上来也。来，你看，咱这边，我给双给你们。十五块钱两千块是吧？这羊实在太小。这羊不行，那就杀肉的料。那带俩羊。那羊一个品种是吧？这是小白山羊。不行。多少羊呀？多少羊？你再要多少羊？6-7万羊。这羊才17呢，羊真便宜了，羊肉没便宜，羊便宜，羊肉100了，蒸羊肉，蒸羊肉哪100？出来蒸羊肉，蒸羊肉吗？啊，蒸羊肉100，蒸羊肉100，蒸了。哎，这羊给17，咱这边压价压得太厉害了。小孩和工资大，一个是不一样，一个东西都是盐都卖多，盐卖多，你都能多少么？我这一个盐都一样，不是说你这东西不能给媳妇儿来，啥的都一样，手里都听着不一般劲，人家能卖800，他不能卖800，这也是正常。你这反正是啥肉的料？你还是你啥肉？你不是说你养着嘞？啥肉也不中，我说带一个螃蟹，人家回家也当金鱼了，这个人家人家回家吃肉，我说他不一样事，你知道吧？他卖那些了。伢回家是留中央的了，他这得回家吃肉，他那一样价钱不错。你肯定不是你拉回家肯定不留中央，你拉回家肯定啥？对呀、啊，都有这我他不能卖那些，都比打了个比方我就这样。加啥一轮？你这个羊没驱虫啊？你这个羊没有驱虫？哎，我看着手给他驱过一回。对了，你这个羊没驱虫，你看这个毛，烂了很。你也问呀，老陆，这样的羊它都人。你也多钱？我不要，我都这要3000块钱，卖他也4000多，那都就是。你这个不是，那是什么？给他买。追着买。那个肯定是托。不卖不行。卖多少钱呢？羊羊哥？卖680。那羊你那卖680块钱？